今天搭捷运来到大湖公园站，现在先从一号出口出去。出了捷运站以后，我们要往右边走，然后往大沟溪清水公园的方向。今天要来走的是台北大众走第四段的路线，那现在就出发咯 ，Go Go！生态治水园区了，第四段的路线就是从这边开始走。新的指标王圆卷瀑布，继续直走，王圆卷瀑布。取得到今天的地库宝石宝石一，到了右手边，然后后面这里有一间百年的土地公庙。文学瀑布手持牌的位置就在前面这边，手持牌的位置。今天的圆觉瀑布，继续往双溪沟古道。过了圆觉瀑布以后，就要走楼梯了。左右两条都可以，那我们就直接往白石路吊桥吧。春秋步道，好，走出来以后，这边就是白石湖吊桥了，然后手持牌就在这个的下面，白石湖吊桥。这个这边就是白石湖吊桥了。七宿，下面才是夫妻宿，一直都误会了，原来这两颗才是夫妻宿。关公桥，哇，上面紫藤好漂亮。好，走到这个碧山草莓园，这里有
大众就是要给我直属编辑的编进去台北大众的第四段，左右两边岔路要往右边这条，因为上次我就是傻傻走到左边，结果没有路。过了学院树，继续往上。小二公车候车处，哇，这里的樱花也太美了。等要上，然后再回转，往上走。这边好少人走，都没有什么人。你看他再往这个林友走进去，这边开始是大顶头山青山步道，北木登山口，插入去左。在这边往 B 山的岔路口，得到了宝石山，终于走一半了。就继续往前，如果刚上去 B 山的话，就是从前面这个岔路口下来的。现在就往左上，在步道上得到宝石寺，刚刚遇到一群骑脚踏车的。他们把脚踏车骑到这种街道上面来，像是正确的吗？插入左，在路中间得到一颗宝石，越往上好像。雨开始在下了，经过旧市小山，旧市小山，对的，再往上就是梅花山了。梅花山三角点，花山 get， 直返回来以后再往双溪沟古道，还有再一点 OK。
继续往左。得到宝石六啦，先就往丰柜口，还有一颗宝石。还有一点 OK。又来到了大石展望点，那今天天气一样不好，是要留到下次哦。产业道路了，但是现在风雨有点大。直走吧。好，现在要从这个基地上去丰柜口，取证我的宝石，宝玉连城的阶梯。得到了今天的最后一颗宝石，好，还是要有始有终，走到良品。三个小时的时间完成这条任务，逆走实在太累了。好，现在这边休息一下，好吗？好，现在我要往前面刚走的那个石头，现在风很大，可能接下来就拍片喽。进到树林里面，就没那么冷了。外面今天这里都没什么风景可以拍，下次拍第三段的时候再好好的拍吧。你觉得我应该要过去还是不要过去？只是两只牛总在路中间，怎么办？还是硬着头皮，好过去。那么怎么办？不止这两只，旁边这里还有好几只哎，好可怕哦！超可怕的，好多只哦。现在经过顶山，三角点 get。上去就是石梯岭，然后再往擎天岗应该就比较轻松了。石梯岭 get， 现在已经走离擎天岗游客中心了。好，雨实在太大了，走不下去了，所以我们就在这边搭公车回家喽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